您好啊，我是看到应征家庭教师的公告来的。我真的很不希望看到老师跟我爸交往，我爸应该找一个能当我们妈妈的人在一起才对。蒲老师，你爸爸的反对，只有你的反对，不要再重蹈覆辙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志敏离婚之后，本来是不打算再结婚了，但他今天见到你就改变想法了。哥，志敏他要我问你愿不愿意跟他交往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绅士与小姐。